哎嘿，他不应该踩刹车呀！这家伙要跳沟里了。不过还是得为他点赞啊！他这个就是普通的公路胎，没有用越野胎。哎，这就对了，继续上道。我相信他行。我相信他行，他行，加油！行。这个赛道呢？这个赛道看着还是挺专业的啊，起伏、弯道都有。这个观赏的角度还不错，也不错。马上要开始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很好的，给那个广告牌做了个广告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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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乖乖，差点撞上。这是一个女赛手，咱们关注一下她。马上要追上了吧？一到了直道就不好追了。没追上啊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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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能收油，收油你就追不上了。追上了，快了。可能要落后一个吧，主角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觉得女赛手能够上赛场。我也更相信牧马人，你改装的这么漂亮，你也跑得漂亮。艾师姐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奇迹。漂亮，驾驶着哈佛 H 九的是卢兆军，这是来自安康奇迹赛车队。Thank you.
什么不给油呢？小北洋，这个车就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车太重了，这是个民用车，也没有经过改装，直接就上赛道了。他只是把这个易损件把它拆了一些，能跑成这样真的不容易了。 H9 差一点撞上，小心啊！乖乖，赶快啊，赶快赶快，赛道要让开，免得一会儿那个后车来了会撞上。这来了，小心啊，小心小心，下面有车。还好已经避开了，这家伙又来了，小心啊，前面有车。现在有点糟糕，那他们雨就是油是吧？像之前他就没下雨。哈哈哈！这家伙像喝醉了一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向裁判长，给王强和张文这儿来一个黄旗，给我们这儿来一个黄旗啊！对，这是一个制高点，这是一个制高点，所以大家就会很清楚。因为八八二十九，它使用的是普通的公路胎，所以在今天这场泥地赛上，哦、哎、呦，它不应该踩刹车呀！啊，你横着跑了，这家伙要掉沟里了。不过还是得为他点赞啊，他这个就是普通的公路胎，没有用越野胎。哎，这就对了，继续上道。我相信他行，我相信他行，他一定行，加油！我眼中的哈佛 H 九，是因为在去年全国哈佛 H 九的年会的时候，我在现场，我见证了哈佛 H 九的奇迹，所以我说他行。你们这一伙吃瓜群众都傻，就他不行，他不行。我们记住，驾驶着哈佛 H 九的是安康奇军赛车队卢兆军。完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为他点赞。这是下雨天呐、啊，这是黄泥路，就是普通的这个普通的民用车呀，上赛道能把这个比赛完成。
真不容易。快车手，快车手，快车手刚一上阵就出问题了，小心！哎呀，这个黄车的飞跃做得相当漂亮。不错，点子。这个快车手呢，两次出现失误了。后面的比赛当中少失误，为我们呈现精彩的表现。何勇要稍纵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他又来了，不要再出失误了啊！出现失误，哎，还行。我看好这个黄车，这个表现的还不错。动态来看，从车辆的动态你就能看出它猛不猛。这个怎么像个娘们儿一样，太肉，反应的也不是很好。小心又来了。352号非常漂亮的方向。哦，这个飞跃不错。原地打转，前面的红色的快车333，这个斜坡的原地打转，我们速度有点没有效率快。到坡顶你就小心了啊！这是一个左转。陈奇翔赛车没有了，陈奇翔赛车没有了。紧接着又是左转，然后下坡，好，然后是个分岔分路，回，好，不错，好样的，小伙子，有前途。好，给你点赞。这是一个直道下坡，紧接着是一个左转。我觉得今天高原又来了，这是一个直道的下坡，紧接着左转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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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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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直道上坡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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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行，这一组这小子胜出。车辆